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小助理要来给 Jenny 哥发货，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Jenny 哥的货。修得共枕眠，若是情人人家有早安分，白首同心在眼前，若是情人人家有早安分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现在给 Jenny 哥打包。现在你的货已经打包好了，我准备去寄快递了。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们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有看上喜欢的，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